各位乡亲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非常高兴能够代表韩国瑜市长呢来今天特别到佛光天后宫来上香哈，为我们国家、为我们乡亲祈福，希望这个新的一年呢，大家能够平安顺利。那大家都知道，现在我们正在这个武汉肺炎防疫的加紧工作中哈，所以前面有我们很多的同事、志工在这边宣导防疫的事情。我希望各位乡亲一定要这个注意，做好自主的管理。
尤其是这个进出公共场所人多的地方呢，要尽量的戴口罩。那另外呢，如果发现自己体温有发烧等等的话，请紧急通报，然后呢，这个让这个我们卫生局还相关单位来处理哈。希望各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疫的工作，但是也不要过度的紧张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台湾一共发现了9个案例，都还没有这个非常的，都还在这个观察之中哈，并没有真正的造成很大的危害，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度的紧张，但是一定要做好防疫工作。另外呢，这个元宵节，我们爱河旁边的灯会还是非常的精彩，希望大家晚上有空呢，能够去好好的观赏。每天晚上都有晚会哈，那这个那是户外哈，所以事实上呢，应该也比较安全，大家也不用太紧张。再一次的代表韩国瑜市长，祝大家这一年能够平安顺利，大家国泰民安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就是到时候请这个我们黄常务董事来把这个福袋，韩市长的福袋再转发给各位乡亲，哈，谢谢。咱的什么？咱的坚定，咱的张主席王主席也到现场，来掌声鼓励一下啊！洗手比洗手比戴口罩还重要，洗手最重要哈。大家好，谢谢。
来准备哦，来。阿顺，快乐，快乐，新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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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。阿伯，阿伯，好好，阿伯，吃。来来来，吃吃。来，啊，先吃半盒，你半盒。来来，当然，当然，当然，吃吃吃，吃吃吃。吃半盒，点号出来。把三杯领来。来，然后带来，带来。